啊，还说着往美我国这辈子只干低端，对，就说我只干低端，就越低端越好。他说，那就说白了，越傻越好，因为这样才有那种感觉，越傻越好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意思，他说啊，我就干低端啊，啊，就干低端这样的。那个东福，我想问问你，平时像王探长这种互联网还有谁？我现在全网抓他们，我全网抓他们连像他这样的呀、啊？对，现在连我的美签，连我的半美签的都说，美国这地方谁都不去。啊都这么说，哎，卡了吗？是我卡了、啊、我卡可能是我卡，我这网上有点不是，还有一个刚最近不刚把号啊，他那个不是最近有个小的，就是叫什么小灯吗？啊，他不跟那个探长关系特别好。我记下来，我记下来，哪个灯？什么什么小灯？什么小灯？我看啊啊，叶小，就有直播间有没有知道名呢？他是铁。小灯啊，有。上次是他和王探长两个人打我一个吗？啊，两个人打你，怎么还要打 PK 呀、啊？还要？不是，就仨人，然后他当裁判，然后他哐哐裁决，他正义裁决，他各种拉偏正。就我一到优势，我一优势，他说：“哎，我说两句啊，我说两句，等会儿啊，探长，你先别激动。啊，上来，你别激动，你别破防、啊，你听我说啊，你就扯这个，这样的，这样的，东福，你的立场和你的学识这块，我人品这块，我绝对相信你这样的。互联网上谁敢跟你叫板？你是打 PK 的还是上乱七八糟的？大头鹰这边无条件，你随时搁直播间，咱们现在给对面那个毒夫点上关注，你随时搁直播间你就喊来，咱们叫人打是不是？你来给我把大头鹰提了进来，我这边不管多少人，不管干啥活，直接就无条件，咱就直接过去支持你，好吧？你是要打 PK 也行，你是要论嘴也行，别的学术上面知识不太高，但是你要是论地痞无赖，打败魔法的只能是魔法，你不能太跟他们讲理，你说呢？对，是这样，是这样，是吧？叶小灯，我记住了，叶小灯，还有没有了？我就是互联网上多扒一扒他们。那你要是说，就是我的意思，就是我觉得稍微有点影响力的，咱们有必要。就是你像还有几个，傻了吧唧的，我觉得就是有点没什么意义了。我感觉还有个阿良吧，我记得阿良，我刚连完，不愿不明。阿良，我刚连完，那傻子你都连了。阿良到最后他说说自己是抖音正能量爱国主播。啊，举手宣的是我们，我直播间都听着了，对不对？刚连完，掰的直溜的。直接掰的直溜的、啊，对，给他美国梦想全都破灭了。把那牙整整啊！我给美国梦想破灭了，完了现在直接刚才就抖音正能量爱国主播，咱家啥一点不好的都没有。刚才掰的直直溜溜的，还有没有了？想想还有一个，哎，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人？我记得我不知道他连不连麦，我不知道他直不直播。就是我记得有一个人最近前段时间挺火，叫不变不明吧？你知道吗？啊、不变不明啊，不变不，刚才有人报过这名，不变不明。叫什么来着？叫什么？咱给他名人都记下来。八个字吧。咱给他名人都记下来。不行，你看他们跟我，他们不一定愿意跟我约战。他们觉得我撒泼打滚。不行，你下战书，你下战书，我给你拉粉丝团。啊。我拉粉丝团，完了咱过去跟咱跟胡总拍。你这策略挺对呀、啊。有你在，有你在，就你讲话，你赶上活百度了，你知道吗？你比百度都好使，你都赶上活百度了。南来北往的这个东西方历史的，太狠了这个。兄弟们，一定给对面点个关注。这是你小号是吧？杜夫，我大号还能活吗？大号还能活吗？大号今年30号活，今年最后一天。申诉了吗？12月30号，嗯，申诉了吗？这个事儿回头我跟你讲，这是私下说的、嗯。行行行，那我把你这号关注也点上了。行行，我也关注啊。你这是你大号吗？不是吧？是我是我大号，是我大号，我最大号了。这是我前段时间看你好像也是用小号播的。对，前一阵时间我这也是经常，这我第一回我跟你的第一次渊源就是来自于五月末那一回，莫名其妙大家一起集体关进去了，我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算啥呢，哦、对，我不知道自己算啥，莫名其妙一个月，我来播也没播，对不对？这是从开开我一个月了。你最开始的时候，我那时候看你视频，我最早看你那时候是18万，然后。那时候你是、嗯、那时候就是你之前就是在那边的呗，就是之前就在美国。我在美国待14年了，是因为看我跟你说白了、啊，我看遍了华人来了以后混的，就是不好，也不愿意跟家里说，咬着牙硬搁这撑，然后外面还有搁这吹说这会儿有多好，我是看惯了这个东西了以后，我才出来说这话的。其实互联网我身边好多朋友，他们都是属于报喜不报忧，也不能算美吹吧，
就报喜不报忧呗，对吧？这挺好的，买一个螃蟹吃挺便宜的，大家都习惯这种方式了。但是就会导致很多人，互联网上其他这些观众，我没看过呀。我看你说房子买的便宜，我看你他说吃的便宜，我看他说赚挣的还挺多。大家拼完了以后，导致越来越多人盲目过来。那个时候我除了正在播的时候，是正好赶上洛杉矶这种就是丁胖子广场就大型的那种就是他们叫挂逼。300人500人搁那等着，一个工作没有，大家天天靠救济粮活着。那就是华人自发组织，往过送盒饭呢，送衣服，靠这活着，那就有点过分了。我觉得就是这都是被忽悠过来的。说白了，没有几个是从小就有这理想，说我走着上美国的。那个我觉得那时候我该出来说点美国该有的样子，让大家不要盲目崇拜嘛。结果就一来二去就变成今天这样了，变成他们眼中的美黑了。眼中钉肉中刺，但凡想上美国的大头营要是不给他们精神祝福，他就得点举报，他就得给我点举报，就变成这种人了。我之前是这样，嗯，我就因为你火了以后嘛，我其实一直关注，哎，然后那个之前我是听说是啥呢，因为我之前直播的时候也有人老提你，然后我那时候我就看了一下，是这样，我觉得你现在吧就是还得很关注自己的安全问题，就是因为我看那个挺多那啥的，挺多都就是中介那家伙都已经说是有你以后这都已经活不下去了，要那啥要上吊了啊！说是说是现在就去上我毒夫兄弟屋里边去告诉他我旁边墙上是啥？没事，对，我搁这，然后他们都说你旁边那啥，没事，我搁本地吧也算小心点那个也算是半个地头蛇。也算是半个地头蛇，那些那个所谓的中介，什么大舌头这些的，那说白了就是，最多通过一个朋友也都认识，倒不存在。他们其实也不想去挣那个昧良心的钱，但没办法，客户往上送啊，他们都不能往出推呀，啊，对吧？他们自己真正干这个中介的人，实际上真正干活的人是从来不出来宣传的，都是人家去找他对接。你等于你是批发商，他们是零售过来找你对接，人家批发商其实啥也没干，我这活常年摆在那儿。对不对？这个问题倒不大，安全问题倒无所谓。这理论上来讲，三五十个没问题。哎，你说，哥，你说那个像王伟恒这样的，他是怎么个情况？他就是属于来这儿，现在就是属于在这儿要求申请 BH 呢，再申请 BH。不是我的意思是你像他这种德行的，他是怎么过去的？因为我听说他之前是个消防员，好像是，他也没多少钱。走着来的。他走着来的，他真走去的。这些大哥基本上在互联网上就是但凡飞出来其实不敢吱声，因为好多人都留后手，能飞出飞进的这些人到这儿仨月俩月一般都不会说话，不会拍抖音的，他们不愿公布自己信息，在这仨月俩月不行他就回家了，他甚至都不说自己出过国的事儿。但凡过来以后在互联网上孤注一掷的，哪怕说点风言风语的，这种基本上十有八九都走出来的。一，他们要收集所谓的证据，就因为搁这儿要纳投名状，这你都听过吧？进来了以后要进大，哎，他要进大笼子，进去了以后，然后他要纳投名状，要说咱家不好，他这些信息包括我们对他的攻击啊、谩骂什么这些，通通都会被他拿来，就是说，你看我在这受攻击，作为辅助证据，是属于让他更铁的往下走。他们其实心里面不见得是真的就是那么想的，有一些是在丑人多作怪。他就是巴不得你骂我，来，我跟傻子一样，你骂我，你看我家这么骂我，没人拿我当人。你看看我这打开我的评论里面100条没有一个夸我的，全都在骂我，他拿这东西当辅助证据，让他在本地。那这玩意儿就是现在通过率高吗？通过率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吧，现在都是卡在初步阶段，因为他这东西一共两个阶段，一个是接纳你，一个是接受你。就接纳你的时候就是行，那你先来吧，你先在这待着吧，你先别动了。接受真正到接受你的时候，我给你发行了，你拥有合法的搁这待着的这个资格了。这其实是两个步骤。他们只能在第一个步骤，只能停在第一个步骤，永远都第一个步骤，没戏。前面1300万人排着，就跟他们走一个方向。现在南美的这些来自什么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哥伦比亚这些跟他们一道一起走过来的这些人，一年包括墨西哥本地他们进来的这些人数，现在整个累计前面正在批的1300万，根本排不上。哦，他这个就是这个避难，他只能说是。他不是光针对我们啊，就是我以为他是，我觉得应该是不是有个项目是不是会有一个项目直接针对我们的，就是因为他们这几个，那你刚才说那几个不都是啊，他们说的那个，嗯，对吧 ？Democracy， 对吧？有针对咱们家的，但是只是咱家羊肉串那边。对。
哦，只针对羊肉串的那一边，哦，其他因为它有很多种形式嘛，有的说是我那个我家锁门了，我打不开门反锁了，有的说的是我是那个啥，我阿门了，我是阿门，就有的说我、哦、以前不还有的说我家有老二了，对吧？我老大生个老二了，这不是一直都在跟随着这个就是脚步在一直在变吗？哦哦哦哦，啊，他们其实排下来是很难的。哦，明白明白、嗯。他们只是到最后拿一个。之前听说那个凤姐好像也要差点完蛋是吗？对啊，凤姐好像差点完蛋，好像他那个。对，他们在这儿就是首先进来就不能走，不能走。美国这边真正做法是什么？我缺底层劳动力，我把门打开，你们进来以后，就说白了，最后你要不然就躺在马路上去要饭去，要饭呢，我就能申请各种资金来救助他们，我又好听，我又好看。你要不然呢，你就出去上底层去打工去。像咱家大哥来了，南美的来了，基本上你说能找着工作的很少，都是在外面游荡。干点零工，干点散活。咱家大哥来了，直接对标中国中餐馆，进去双刷碗开始干。干完了以后，那你前期他们肯定是拿着这个现票，一分钱税不给人交。人家这边所谓的接纳你的时候，直接就给你一个卡，来吧，从此以后你开始正式可以合法工作。说白了就是等于从你身上拿20%-30%的税钱，这不就是手腕吗？你这一看就看，他拿这个手腕让这些大哥来补充劳动力，同时从你身上产生这个税收。那一点不亏，完了你就是你啥时候能排下来拖死你，你慢慢等去吧，排不上啊。那所以说这些咱们家现在大哥就很辛苦了嘛。那现在这个策略，他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实际上这样的也牺牲他本土的那个这个，你像白人群体，包括一些那啥，他这个工资都拉下来了，拉下来以后，他们这帮人可能都没活干了吧？对呀、啊，以前是这样的，以前你如果放太多进来了，这种，比如说装修工、建筑工人、construction workers 这些通通都会受影响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自从前年这个口罩问题一发生了以后，美国这边做的方式你大概也听说了，就我给大家发欢乐豆，你没有我给你们发，当时不是听说的挺好听的吗？我给你们发，而且我不限制你们，我建议大家在家。说白了，他也管不住，他真想让你在家，他也管不住你。所以到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一个美国这个问题就变成什么？我们原本